欢迎乘坐上海磁浮列车。本次列车前方到达浦东国际机场站。上海磁浮列车示范运营线西起地铁二号线龙阳路站，东至浦东国际机场，线路长约30公里。在行车过程中，请注意保管自己的贵重物品，祝您乘车愉快。 Dear passengers, welcome to take Shanghai backlift trip. The destination is